术水阁好，国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说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开讲立刻来话，结骨话。实在讲，这立刻来话吼，有一款是讲话音的。咱讲两角十五线，就是叫做角五，对唔？当两角十五线转来，剩一角五分，安尼叫做角五。体会另外一个音，就是讲对代志你爱有所觉悟。啊，不过嘛，有立刻来话，伊唔是讲话音，伊是讲相定的用意。对这个相定的用意，三情趣味，来，咱来讲几句啊。头一句，讲药店的甘草，这句药店的甘草，过去真侪老辈拢会晓讲。汉药房内底甘草，真侪药方吼拢会落啦。咱知影讲甘草对人体都也无啥排害，落落去了后，本来良药可口，即卖食着会比较甘甜，唔则讲吼。各项药方拢有插一个，安尼药店的甘草，你讲啥？下句要你接，要你接讲杂插啦。国政啊，即落都上届杂插的，啥物代志咱咪去甲人拿一个，安尼叫做杂插啦。过来第二句，咱来开讲，咱来开讲吼，这甲感情可能原来了有牵连。讲吼，你甲你苦劝，讲迄个啦，都明明薄情郎采花香，你唔通搁再留恋，当着爱安怎样？着爱阿娘甲结过山。想做阿娘结过山，手提阿娘，甲结过山，徛伫咧山顶安尼结过去。我阿娘过过到迄头，你看嘛知，看嘛知讲阿娘对底磕一下就破去。啊，毋过结过山，你也无通去捡啊。所以阿娘结过山，就是你目睭金金看伊破去，安尼叫做看破。对啦，那薄情郎采花香，确实毋通搁再留恋，你都爱看破了。过来，咱来讲第三句，即句叫做菜脯问豆油。啥做菜脯问豆油？咱来甲想，想讲古早人因为食有较欠，唔食会生产菜脯，做菜脯做好咸咸，配较会落饭。啊，菜脯都已经咸啊，你讲硬起来问豆油，当然台湾人讲起来真中风。咱也无讲即句立刻来话出来讲笑，敢无讲哦？菜脯问豆油，迄个戆无？咱是单纯咧比拼，比拼讲哦，哇，菜脯搁咧问豆油，但这都假料的啦。即个豆油都加了的啦，无菜讲菜脯唔免阁问豆油啦。意思讲吼，真济即个钱银你投资，结果也无通回收。即当阵咱就听讲即句，讲菜脯问豆油，即已经拢加了去啊，已经拢无菜去啊。过来，咱同款来讲相定的用意，唔是讲话音的哦。阁记一句话，咱讲叫做大兄坐无正，大兄坐无正，要互你要啥？要互你下句接啥？来，咱先插一个花啊，讲一个迷彩。民间有一个迷彩，叫新北市遮一区，讲大兄无头路，大兄无头路，要要倒位，煞唔知影讲吼，就是郑成功民间流传，讲要来遮用炮拍英哥少，迄个英哥，大兄无头路，英英或者英哥，啊啦，大兄坐无正咧，简单同款。大兄就是哥，坐无正就是歪歪，安尼就是讲政府内底有人食钱，讲叫做歪哥啦。立刻来话，相定的用意真趣味。